你可以做我女朋友，这样的话我就会宠着你，我还可以天天给你做饭。于老师，这样你会冷的。开什么玩笑，我什么身体素质啊？ 哎，不冷，一点都不冷。于老师，你都流鼻涕了。啊？哦。瑶瑶。嗯。你为什么会得人群恐惧症？ 一只瑶瑶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，请做好准备。哦，好，马上。哎妈，你到哪儿了呀？马上到我了。别急啊，还有一个路口，我马上就到了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其实，在生日宴上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你想听吗？既然你想听，那我就说了。我知道，当我的助理一点都不好，我又凶。 还经常使唤你做那个，又做这个的。你如果实在觉得委屈的话，你可以做我女朋友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会宠着你，我还可以天天给你做饭，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这样是不是很划算？